声乐团，耶、yeah, ！然后真的很感谢今天主办单位邀请我们来到这个捷克爆米花电影院的活动，来做一个开场。然后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不会知道原来有这么美好的地方可以来唱歌。没错，真的会错过。对，所以而且今天还有电影可以看。那话不多说，我们今天要带来一系列的歌曲，是由阿卡贝拉呈现，就是纯人声无伴奏。那而且呢，每一首歌都是跟一部电影有关系。第一首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跟电影《听见下的声音》同名的这首歌，《听见下的声音》送给你们。Thank you.
是我们台上六位歌手透过六支麦克风所制造出来的音乐，是不是听起来像个乐团呢？耶、yeah, ，好，有人理我，太好了。对啊，今天还蛮冷的，所以能够感受到你们的热情很棒。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有一点点跳痛，自己觉得，因为这部电影它不是真人演的，它是一部动画电影。然后我们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好像有一位朋友今天来现场，他本身是在教会扮演这部戏的女主角。有这种人？有人在现场吗？好像有，他说他会来。哎，我现在没有看到他。好，总之呢，这首歌老少咸宜，然后很多小朋友很喜欢。哎，有小朋友，这小朋友不要客气，等一下可以来前面跳舞，带来这一首《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me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tand the door.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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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doms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world is storming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ve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其实我刚刚有害怕，依稀的听到他们在台下有稍微哼唱一下。对，
伊西亚，才伊西亚，对，所以我刚刚相信下一首歌他们应该会唱的更大，因为我刚才有听到他们的声音，蛮好听的，真的好，对，尤其在这边有那个 echo， 对，那我希望下一首歌曲你们一定都听过，你们看能跟我们一起唱，让我们一起完成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一样，它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我的少男女时代。哦，少女是少女是？我是少男。哦，对，你是少女时代，我是少男。对，那这首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小幸运大家应该都听过吧？有哈，那等会你说有的，应该唱歌大声一点，好不好？那我们带来这首小幸运。等天决定落在青青草地，等天真人分下颗真心小心，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能感情，
确实有感觉到大家很害羞。对，其实今天我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就是一直在 follow 玩声乐团的玩咖们 ，Hello， 你好。但是还有更多的新的朋友在我们今天的现场，跟大家再一次的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 BOX 玩声乐团，玩乐的玩，声的声。如果想更多的听到我们的作品，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听说我们今天会上一支新的 MV， 在7点的时候，那请大家准时的锁定我们的 Facebook。当然，搜寻 Facebook 是第一件事，一定要先按一个赞，好不好？对。那我们会7点的时候可以看一下我们新的作品。那新的作品是哪一首歌呢？刚好跟我们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好像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在演唱这首歌之前，我希望大家我想跟大家宣传一件好消息，就是我们在12月10号的时候，有我们在 ATD Showbox 的一场专场演唱会。听说票真的只剩下手指都数得出来。那大家如果没那天刚好有就是有空，然后喜欢我们的音乐，欢迎带你们的朋友或者你们自己都可以去 iPhone 买票，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在12月10号的时候一起。12月10号的时候，在 ATT Showbox 来听玩声乐团唱歌演唱会。那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爆米花电影院。等会我们就唱完三首歌，都是跟电影有关的。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跟等下7点要首播的这支 music video 有关了。好，那大家带来这一首不一样的玩声乐团的 Play 大艺术家。管你是要出大众或非，管你是侥幸你是中口味而非，管你是哪一年家中或非，都配都配都配、yeah、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什么都配，什么配都配都配都配。不管你是否无邪的当我说你姐妹，记着你点的万人都看你到大会。60年在欧洲前卫，像导演讨论会；90年在偶像风俗沉迷，握手拥抱后，零下50度，每天探险，我也说你天撒拉，过了九个崩溃，受的考验，3天2夜，经历天贵，写出第一代血腥，放纵进入深谷，幻想无影成全。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
家。掌声谢谢我们 D.O.S 喜欢生日团拜非常精彩的演出，同时他们在12月10号在 ATT Showbox 也会有专场的演唱会。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 D.O.S 完声乐团。